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给你一个亿，让你在荒岛上待一年，给你五个选择，护士、保镖、狗、手机，还有我，你会选哪一个？那我问一下啊，那个护士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。哦，那个保镖总是女的吧？还是男的。那你说我到荒岛上，那手机也没信号，也充不了电，拿手机也没啥用啊。那肯定了，所以你还是得选我啊。那狗是公的还是母的？那狗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你选狗了不选？